影から平和を支える名もなき者、それが忍びだと俺は思う。官方整活视频暗示了虚浊之水的哪些机制呢？看完之后我们来捋一捋啊。我觉得虚浊之水它的重点啊，反而可能是幻术啊，毕竟连这次人法界的名称都叫做幻术之巅。官方的描述是超远距离无死角监控，24小时超长待机，每天只消耗三顿饭，那很可能暗示啊，别天神的距离范围啊是全决斗场生效啊。24小时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整场决斗都有可能触发呢？每天只消耗三顿饭，那就相当于没什么消耗啊。当别人使用别天神可能会有超长的冷却，难道说在之水身上想放就放？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啊，最近上线本子里的那个全屏追踪的劫机啊，也是毫无限制啊，想来多少次就来多少次啊。去拿下官方这次是真真切切展示了一个幻术啊，你以为这是一只乌鸦，实际上它只是一只猫啊。转换角度是不是就更明显了呢？那这幻术拿下对手意味着就是直接失控啊。我感觉有点秽土又一邪娜美的味道了，是你一旦触发一邪娜美之后啊，你这个对忍者的操控就直接断掉了呀。那止水的别天神是不是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呢？在一定的时间内任我们为所欲为。这么一对比的话啊，什么带暴雪的老子那简直弱爆胎了呀。其实火影手游啊，我觉得苦虚化久矣，虚化机制啊可以说是最强的反手技能了。那么别天神上线之后能否对虚化产生克制和压制呢？关于别天神的技能机制猜测啊，在我的评论区啊也有些高赞评论，比如说做成类似于小长城飞段的斩杀机制，或者是残血之后能够通过别天神和对手互换血条，要不就是控制对方的下一个忍者，大家的脑洞我实在是太大了呀。